爆乳露屁股，火辣卤味妹爆红。台中忠孝夜市这间卤味摊大排长龙，客人不关心自己买了什么，全都专注地看着店员，拿到了之后还和他握手。原来是店员比手工剁椒还要辣，不仅穿低胸暴乳，还露出半个屁股。照片上传网络后，让网友突然好想吃卤味，有人饿到把卤味摊看成槟榔摊，甚至还写错字，真的太夸张啦。火辣的店员其实是网红小桃子，她直播时穿着性感内衣扭腰摆臀，大胆的作风吸引不少粉丝。卤味摊日前找她担任一日店长，结果业绩暴涨3-4成，回响大到让老板自己也吓一跳。FB 的 LINE 的，光从早上10点到现在已经5点多了，我的手机没有停下来过。可惜小桃子只是一日店长，现在回复平常的店员切卤味，那人潮也差太多了吧？这些卤味看起来都很好吃，大家不要这么现实嘛。不过网友的愿望，老板都看见了。下个礼拜会再跟他敲档期。地方中心，我也好想吃卤味，报道。